哎，媳妇儿，你怎么比闹钟叫的还早啊？懒猪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赶快起床。冰箱里边的面包和牛奶都是我昨天买的，你记得吃早饭啊。知道了。对，我昨天看你有点感冒，我买了药放在冰箱上，你吃完早饭把药也喝了啊。知道了，老婆大人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还有个事儿，你定个日子，咱们俩把证领了。能有什么事儿呢？哟，于经理，郝老师，你出来一下呗。啊。30个账户，你看够吗？我代表所有将要被你帮助到的人，向你表示感谢。您太客气了，我也就能帮点小忙。祝您早日成功吧。没什么事，我先去忙了。哎，这件事如果最近有什么问题的话，你第一时间来找我，我帮你解决。来了，师姐，佳琪，哎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我们准备搬家了。为什么呀？不会是因为我吧？哎，师姐，要是因为我打扰了你，那我跟你道歉，我以后都不来了，你别搬了。不不不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就是觉得出这么大的事儿。住在这儿对孩子不好。那瑞瑞呢？他愿意吗？跟我闹脾气呢，不想搬。去看看他。瑞瑞，怎么啦？我听说有人闹脾气呢。你看看姐姐给你带了什么啊？你看，姐姐送你的礼物，喜欢吗？谢谢姐姐。怎么啦？告诉姐姐，为什么跟妈妈闹脾气？你不想搬家。为什么呀？我想等爸爸回来，我怕我们搬家了，爸爸就找不到我们了。其实啊，姐姐跟你有一样的经历。姐姐跟你差不多大的时候，我妈妈也去世了。当时我特别难过。后来，我爸爸也带着我搬家了。我们搬到了一个古园里。我真的是特别不理解，特别生气。我爸爸为什么要带我们搬到一个谁也不认识的地方？不愿意离开家。可是后来有一天，我看见我爸爸拿着我妈妈的照片，一个人偷偷的在哭。我才知道，其实
爸爸也特别的想我妈妈，只是他怕我难过，不敢在我面前表现出来。瑞瑞，现在只有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所以瑞瑞要变成男子汉，要保护妈妈，照顾妈妈，不要让妈妈再伤心了，好吗？学校里有很多人说爸爸是坏人，是欠钱不还的坏人。姐姐觉得爸爸坏吗？蕊蕊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要记住，爸爸是世界上最爱你的人，记住了吗？行啊，老马，今天又掉了不少啊。不是老马，真得抓点紧啊！你这钓鱼你老比不过我。钓鱼我这么多年就没赢过你。哎呀，你的心思都在场外啊！瞧你这几年生意做那么大，我呢就是一个退了休的老头子啊，一个大闲人，这闲人没事儿才钓鱼呢啊！话不能这么说呀，老马。我虽然是个商人，但有什么好事儿，还得想着老马你呀、啊，是不是？那是。你在职的时候，帮了我不少忙，现在也到了该收取回报的时候了。你虽然退了下来，但人脉资源广，有些事儿少了老马你还真不行。哎呀，我说老王，有些事儿你太谨慎了。什么事儿？咱俩一办不就完了吗？你说中间还加个郝小强，你看，谨慎点好，老马。你我都在北疆扎根这么多年了，咱们俩联手一块儿，哎呀，这目标也太显眼了，容易惹口舌是非。郝小强就是个白手套，你放心吧。你信任他？不信任。但是我了解他。嗯，行，以后有事我就找他联系。好嘞，好啊，你抓点紧了啊。哎呀，愿者上钩吧。妈，吃饺子。饺子来喽！哇，来，快！哎呀，我亲手包的，帮您尝尝。我尝尝啊。啊。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嗯，还真有点像你妈当年的味道。真的呀。转眼你就要上班了，以后住在宿舍里面就不能常回家了。爸爸还真有点舍不得你啊。那有什么呀，我又不是出远门，我就住在宿舍里，周末要放假我都可以回来陪您啊。告诉您，我不在我不盯着您，得好好吃饭，别老瞎吃面条瞎对付。放心吧，爸爸会照顾好自己的啊。嗯，其实啊，我心里一直觉得对不起你，自从你妈妈走了以后，你就跟着我在果园里生活，所以你比别的孩子吃的苦啊要多得多呀。哎呦，爸，您说这个干嘛呀？这么多年您一个人把我拉扯大，又当爹又当妈的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您才辛苦呢。快吃，凉了。这饺子真的是你包的？是我包的呀。真的？怎么了？
哎，爸，水饺，您说您这讨不讨厌？您就好好吃饺子不行吗？您非揭穿我干嘛呀？只要是我女儿做的都好吃，吃。太烦人了，好吃饺子都堵不住您的嘴。嗯，好吃，好吃。哎，怎么又是你？要你管？可以啊，你啊，都查到公安局来了。我问你，马世才的案子是不是跟王柏林有关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警察呀？会不会查案？现在这个案子已经不归局里管了。什么意思？无可奉告。哎。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去上班了，你别缠着我。我也要去上班了，以后啊，最好井水不犯河水。哎，你等等！哎，我说话你没听见啊？这里可是公安局，你要再回来，我抓你了啊！站住！小严，周局长，这满走廊里就属你的声音大。一大早瞎嚷嚷什么？不是，周局长，吴佳琪前来报道。报道？那你报什么道？小吴同志，你来的够早的。为了得到一个好苗子，我跟法院的高院长差点都翻了脸。小袁，你们认识啊？啊，我们见过几次，不熟。那我就正式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我们北江市公安局刑侦队的夏远同志，立功不少，错误也没少犯。这位是新来的吴佳琪同志。行了，你去报道吧。是。周局，这个人怎么看也不像个警察呀。人家可是法学和金融学的高材生，现在我们局里要成立经侦队，还指望着人家呢。经侦队？哎，师傅，哎，你猜我看到谁了？那个吴佳琪，没想到周局也认识他，还说什么他是新来的同志。以后金针队就指着他了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事我知道。您知道？哎，师傅，你这是干嘛呀？哦，忘了跟你说了，我的工作有一些小的调动，这搬家腾地儿，啊，不是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上面呢成立这个金针支队，把我调过去了。金针支队到底是干嘛的？侦查经济犯罪，现在经济犯罪比较猖獗啊，全放在刑警队呢也不合适。比如说马世才那个案子，是吧？牵扯了多少人力跟精力啊？所以说呢，上面一直想成立这个经侦支队，就把我给弄过去了。师傅，嗯，让你一个多年的抓犯罪的老刑警，天天对着数字，这不是难为人吗？杀人是罪，骗钱也是罪，啊！不是，那您走了我怎么办？你接着留在这儿干啊！那怎么行啊？我自打入队就是跟着您的，您走了，那我得跟您一块儿走啊！不行，我得找周局。回来，回来！你以为菜市场买茄子呢，可以讨价还价吧你？那不行啊，那我想跟着您啊！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已经向上面申请了，让你当这个刑警支队的副队长啊，老陈呢正好上升顶一级当队长，但他现在一直在外面学习，所以说这半年呀，你一定给我盯住了啊！不是，我干刑警才几天呢，就支队。哎呀，提前提吧啊，这个特殊情况特殊处理。那不行，您不在我心里没底儿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刑侦跟经侦呀，要经常配合工作的啊。你在这个位置上呢，
我挺放心的。给句话，能干不能干？能，请。嗯。这事儿进展的怎么样了？啊，您说股票是吧？对，我找你还有什么事儿？一切都好呀。您什么时候对我的业务感兴趣了？对你的事儿我并不关心。我告诉你，郝小强，我担保给你出借的那笔款，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。你先理解清楚，你本人是没有贷款资格的。为这事我担了很大的风险。但是你也得到了很大的利益，不是吗？郝强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告诉你，这一切我都是按程序流程来办的。钱，到时候你必须还。马处长，你把心放肚子里点，我这儿一切正常，钱我按时给你打回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郑铎，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学士，大学期间辅修的经济，很高兴认识各位。嗯，好。嗯，哟呵，慢点，慢点，不好意思，我叫陈志远，你们可以叫我小胖。我叫吴佳琪，法学学士，金融学硕士，很高兴认识大家。咱们开会。嗯。今天啊，我们北江市公安局正式成立了经侦支队。随着我们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，经济犯罪也越来越复杂，案值也越来越大，严重的威胁到了国家的经济安全和社会的安定，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。针对这种情况呢，全国公安成立了经济犯罪侦查部门，专门打击经济领域里的犯罪。你们都是新分配来的经济专业的高材生，在办案中没有经验。没有经验怎么办？我们就在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呀，要在战斗中不断地提高自己。我要提醒大家的是，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活动空前活跃，很多新事物在罪与非罪之间界限不是那么清晰，所以这就要求我们经侦队员在没有确凿的犯罪证据以前，绝不能轻易地干涉合法者的经营活动。是，周局说得很对啊。其实刑事犯罪呢，就属于自然罪，是吧？杀人放火到什么时候它都是犯罪，而经济犯罪呢，这属于法定罪，罪与不罪由法律来规定，绝不能轻易地去打击那些创业者的积极性，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，一定要好好掌握。知道。这肯定是冲咱们来的。嗯，别怕，前面有郝小强这一关呢。他刚才给我打电话说，他已经把市面上科瑞的股票收得差不多了，让我们及时放出利好的概念来。但是这应该不是最好的时机啊！你想，经侦队刚刚成立，因为马世才的事情，他们可正盯着咱们呢。不不不，就按郝小强说的。你去把孟伟给我喊来。这孟伟是一老顽固啊，您怎么就这么确定他能听咱们的，释放出新药成功研制的消息？我不需要他听我的话，我只需要他不要乱说话。我来，师傅。哎，都下副队了，我用得起吗？您就别埋汰我了，师傅。
我说真的啊，您真的把我留在这儿了？你怎么跟孩子似的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在这儿干段时间，好好表现，师傅心里能没数吗？好，哎，去，走，啊，哎，干什么呀？这是，你让队啊，啊，让队，哎，您找我啊？那个，哎，你先去我办公室等我一下啊。好，哎，你等等，给师傅拿上去。我可不归你管。谁要管你了？以后我师傅就是你领导，以后这些事儿就得你办。拿着。行。干什么？干什么呀？一个个垂头丧气的，刑侦经侦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我告诉你们啊，今后要好好配合下院同志的工作，不能给刑侦支队丢人，听到没有？是。什么情况？听见了没有？是是。嗯。走了。行了行了，都楼上楼下的也不远啊，干活吧。这干嘛呢？你这把对不起，没烫到，没事，去，都上班。行长，没烫着您吧？啊，行长，这有些事儿啊，其实您不用太担心的。这公安局成立经侦支队啊，他不会干预咱们正常的经济活动啊，而且克瑞呢。是拿股票质押贷的款，来你擦擦。别担心。话虽然是这么说，可是这王伯林经不得经得起查呀！啊，他一旦出事儿，咱们都得跟着担。行长，我最近听说啊，这王伯林有新动作，他这人能力强，应该能度过这一关。他要是把这个欠款，反正咱不就绝对安全啊！而且现在杨建群的妹妹在咱们行上班，她不会平白无故找咱们麻烦，是吧？再说了，现在好像除了帮他们渡过难关，咱们没有别的选择，是吧？海清，我想好了，等我父亲一出院，我就想着退下来，找个不用担责任的位置养老。哎，您这话打住啊！正是事业的上升期，您这是何必？我已经决定了，宁肯后半生碌碌无为，我也不想再冒险了。海清，以后咱们这行。靠你了，我可不行。您要是不在，我这心里边没有主心骨。那我先出去。我说杨建秋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这可是咱们金牌客户，你可好，直接就把人回绝了。现在好了，人家打电话来投诉你来了。可是他的资料不全，按流程就是不能给他办呀。资料不全，你可以问我呀。你怎么自己就决定了呢？
再说了，他在咱们银行贷款信用一直很好，这一点你可以参考的呀。我才来，之前的情况我不太了解，对不起。才来是理由吗？你对不起我有用吗？赶紧打电话给人家道歉。另外，这个月的奖金也没了。别扣我奖金啊！我给他赔礼道歉，我保证让他满意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奖金不是我要扣你的，人家打电话投诉你，银行是有记录的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这不是曾总打电话投诉那事儿吗？对不起啊，主任。曾总我熟，我来处理这事儿吧。小林，我把杨建秋归到你那儿管，是想让他多跟你学习。你作为领导，需要有合理的引导。现在他出了事儿，你一味的责骂他、扣他工资，这能解决问题吗？不是我，不是什么呀？你要觉得带不了他，把他归到我下边，我亲自带他。那您的意思是我？建秋，以后业务上有什么问题，直接来问我。谢谢主任，以后这样的错误我不会再犯了，我会注意的。行了，都忙吧。干什么呢？报告，没看什么。来，坐。干什么那么拘谨呢？啊？哎，你在派出所的时候不是耍得挺开的吗？没见你这么紧张啊。您就别笑我了，说起来我还没好好感谢您呢。不提这个。我想问你件事儿啊。您说。你知道作为一名警察最关键的是什么？善恶分明。秉公执法。是，谢谢杨队的教导。哎，咱们换一个话题啊！你看我这些书，还缺些什么吗？啊？这已经很齐全了。我们上学的时候看这些书都费劲，您不是打算要把这些都看完吧？难怪周局长会选您当经侦队长呢。不是我吧，跟你们这些硕士、博士的没法比。真得好好的下下苦功了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您这磨枪是吧？不快也光，你忙去吧。哎，啊，王总，您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小孟啊。你是咱们公司的栋梁之材，你也知道，作为一家药企，真正的核心就是你们研发部门。前段时间我太忙了，你能告诉我，新药的研发进展如何？王总，真对不起，我这段时间一直在做反复的试验，但结果很残酷，甘科净对治疗肝炎的疗效还不确定，对大三阳转阴更是没有明显的效果。那款新药的研发哪那么容易啊？看你最近也挺憔悴的，是不是一直都没有休息好啊？谢谢王总的关心。肝科镜没有进展是我的无能。哎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已经尽力了，搞科研确实是需要投入时间的，不过公司现在需要你的帮助。王总，您说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绝不推辞。你也知道，咱们科瑞的股价最近一直在下跌，公司的财政也碰到了很大的困难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公司恐怕难以为继，可能连员工的工资都会发不出来。那我能做什么？比如说发布一些利好的消息，提升一下公司的股价。
比方说你的干科镜研发取得了重大的进展。您是想让我对外公布干科镜已经研发成功了？对呀，可以这么说。王总，咱们的消费者不是一般的消费者，他们是患者，咱们生产的也不是一般的产品，是药啊。对市长撒谎就是杀人呐。哎呀，孟总啊，你说的太过了。可是前段时间我看到一则新闻，有一位患者的家属就是相信有一种治疗肿瘤的药马上要上市了，就停止了之前的治疗，结果死了，这不就是杀人吗？你说的这些只是个别的现象，孟总，你想过了没有？如果科瑞的股价一直这么跌下去，市场就会对科瑞失去信心。咱们公司有大几百号人呢，几百个家庭都靠着公司。你这样做，等于是帮着公司在救大家。这种事情，我做不了。小孟啊，我记得当年是我力排众议把你留在公司的研发部门呢。你研发出几款新药啊？如果你的干科镜已经研发成功了，我用得着出此下策吗？我是科瑞制药研发部的负责人，绝不允许有虚假的消息散播出去。这是你最后的选择。很好，我收回刚才的想法。真的？我们是一家药企嘛，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做事儿。最近你也挺辛苦的，还是回去休息一段时间吧。你休息的期间，公司给你的待遇一切不变。谢谢王总，其实我不需要休息。就这么定了，你去忙吧，我还有事儿。好。就看你的了。好的，王总，您放心。哎，好。小陈啊，陈记者啊，看得怎么样？好吗？来，坐坐坐坐。我们呢，需要你把干科镜成功研制的消息啊，发布出去。唐总，你们研发的这干科镜，只要通过药监局的审批，直接公布就好了。为什么还要我提前报备？药监局审批通过了，我们还需要你干什么？啊，唐总，我只是个新闻记者，无法证实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啊。为什么要证实啊？本来就是一条假消息。我其实跟你谈的啊，不是新闻啊，是生意。但是这件事情对于我的职业生涯是有风险的。啊。条件呢，我都已经开好了。选择不选择是你的事情。但是我总认为啊，我和你绝对不止这一次合作。而且我相信，科瑞将来还有很多需要你的地方。那我把这个资料回去好好研究一下，争取出一篇出彩的新闻稿。好，我读一遍。浇，对，浇花的浇。那这个多写几遍。你刚刚不认识这个吗？对不对？回来了，爸爸回来了。嗯，回来了。看，接着把这个都写了。这个呢？
你这一行写满了。陈川啊，写作业呢啊。真乖。怎么喝这么多酒啊？我没喝多少。难受多。赶紧进屋休息吧啊。这又是谁送的东西？还能有谁啊？客栈的唐总说是给爸的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别让这种人再进咱们家，更别收他们东西啊！你干什么呀？还在这儿呢，撒什么酒疯啊？那人家王总给爸安排了手术，一分钱都没让咱们家花，我怎么好意思不让人家进门啊？晨晨，你先好好写作业啊。把这行都写完，一会儿妈妈过来检查啊。嗯。当孩子面发那么大火。我爸这次做手术一共花了多少钱？跟你说过啦，我去医院查了，一共40多万吧。文爷，这钱咱们家还出得起，我想把它都还给王总。是啊，我们家是有这个钱，可是晨晨马上要上国际学校，爸还有之后的护理费，要是把钱还给王总，我们家经济肯定特别紧张。我叫你还你就还。行，我明天就还。老公，你也告诉我，你今儿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今天市局成立了经侦支队，说不定哪天就被查了。成立经侦支队，查到你们银行啦？目前还没有，而且我们明面上的账也是安全的。那你紧张什么呀？王总帮爸安排手术，不就是卖你一个人情吗？要不然你凭什么给柯瑞贷款啊？我觉得我们收这点好处没什么吧，又没直接收他的钱。我觉得还是谨慎一点好，还了钱，摆脱了这个柯瑞，以后就算被查了，也查不到咱们头上。你觉得还一个手术费就能摆脱柯瑞、摆脱王总了？那你以为排在爸之前手术那些人为什么放弃啊？这40万的手术费我们家是还得起，可是这个人情呢，我们还不起。老公，我知道你现在很为难，可是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已经宅不出去了。